什么呢？这个肉桂饼，这难吃，这超难吃的，难吃到爆！比你的肉棒还难吃。你知道什么吗？什么东西？叫阿姨呀。鼠来宝？不是，是 Dora 大冒险。Dora 与他的快乐小伙伴。卡通哦，是不是？没有啦，你要看狮子王啦。狮子版？狮子王英文版。可是你英文很不好，怎么办？屁呀！每次都说我英文跟垃圾一样。我老公说他是垃圾English。至少英文报纸有50%看得懂他在干嘛、啊。他有个特异功能是非常非常的会拼字，但很会拼单字，不知道怎么办到的。然后我是只敢讲，然后什么都不会，文法跟单字都超烂。你还在 QABC 上面各种宣扬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叫老师赶快订阅。我每上一堂课就多加一个粉丝，好开心呐、啊！垃圾 English。直接加那个149的那个就好了、啊，全包我们两个一起吃啊。你就说一个上等肉骨茶面加上好吃全包，你一定不敢讲对不对？因为你是一个爱面子的人，你是不敢讲。好、啊，那你奶奶讲，你要说好吃全包哦。勇敢笑了吗？我是骚脸。好、啊，那你要说好吃全包哦。好，突破自己，加油加油。有啊，你就是不敢讲这种很好笑的名字。你只有一个地方很厚，但这里不好说。嗯，今天也是穿着他非常自豪的 T 恤。哎、欸，你这个是 BT21 的 T 恤吗？你这个 BT21 的粉丝？里面穿 BT21。好害臊。怎么样？真是。好风靡呀、啊，一个非常风靡 BT21 的中年大叔。他真的讲了，那为什么要自己一直傻笑？他汤是有就是鸡汤，然后加很多胡椒。胡椒鸡汤，大胡椒鸡汤，正宗北海大胡椒鸡汤，我是这么觉得啦。200元的话，肯定不贵。不过花干是蛮贵的，这个花干100分，这个肉。我喝过最好喝的汤什么汤？什么汤？啊？什么汤？就是你偶尔帮我泡面的那个汤，有10分。是吗？我是帮你泡面，你说我帮你泡吗？这么 sweet 啊！这招还蛮能让人家理解的。我老公想要撩我，但是我就不理解，这就是年龄的隔阂，完全没撩到。那嫌我昨天买的袋子不好看，这么实用啊？很丑啊，实用就好啦。你验给儿子，想要用个情侣袋不行。他昨天买了一个重要文件袋，然后纯黑色的，要拿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长怎样。这是一个，他昨天买了一个这个牌子啊，买一个这个，然后买回来之后就各种挑选，说你看超好用的，超级方便。可以有这个东西可以挂在你的腰上面呢、哦，我东西又没不见，超方便的。我就说哦，很好啊，然后就默默的说他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，我当场傻眼。不，你知道这个牌子到柜上买要多少钱吗？好，是不是？家庭主妇是吗？我以后应该自己来学习如何设计袋子，因为我超爱买袋子。你先好好学习如何在床上满足女人再说。别人讨厌，走开啊！
你不喝汤吗？喝啊。肉肉嘞？你吃啊？你不要啊。对，我吃掉这两个。哪一天这个世界末日可能，可能会比我更早死。什么也吃，奥特曼什么也难吃。没关系啊，反正世界末日之前你就已经死了。我说他啊，每次没有一餐，从我认识他到现在没有一餐有吃完过，都会留一点剩一点。这就是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啊，就是要剩下一点点。我从小到大只要剩一口饭都会被打，所以我只要看东西没有吃完，我都很不舒服。那还好我们互补啊，耶，我们好吃的刚好互补，我剩下你刚好可以吃掉。你小时候长辈常说饭没吃完下一餐会变乞丐。我长辈是说，如果你饭没吃干净的话，以后娶的另一半会很丑。现在已经证实了。我不靠脸吃饭，他妈的！难怪你饭吃那么干净，可恶！早知道我也就吃干净一点了。你很讨厌。我一定是没吃干净才会变这样。在这里呼吁广大的各位观众，妈妈说的对。绝对不能剩下米饭，另一半真的会变丑丑。可以了，对了。对啊，我妈生日耶，祝我妈生日快乐耶！不好意思，妈妈，就是这几天都在剪片，所以没有帮你庆祝。你应该会体谅我的吧？我上次去香港玩买的鲨鱼要时间，这不是讲过了吗？没有啊，可爱吧？我最喜欢的动物之一，鲨鱼。其实我就是鲨鱼啊。啊，你怎么鲨鱼？你又跟鲨鱼、啊？很棒。开启补光灯。超补光的，然后对了，我最近在做一个新的挑战，就是不用洗发精洗头。我现在已经将近一个礼拜了吧，听说很多人都这样洗头，就是只用清水洗头。一个礼拜的心得大概就是，我觉得还不错啦。它虽然变得很像稻草，然后很毛躁，不过黏几点的，你看它变一束一束的，就像是刺猬的毛皮的感觉，都黏黏的，我发生什么事了？但是我觉得这样反而对我比较好，因为它比较有支撑力，就会比较好做造型，也比较蓬松。对，目前除了触感很垃圾以外，其他的部分我还是非常的满意。这个叫做发断食，我在久一点都在跟大家分享详细的心得。我去看我主演电影了，我是彭彭。什么啦？你哪里有主演电影？我是彭彭啊，你是丁马、啊，我是彭彭。其实你才是彭彭，肥的跟猪一样。他打呼声像蓬蓬。不去啦，我们快完啦！我旁边做了一个小萝莉，哎，小萝莉的食量超大的，从头吃到尾。我就看着他从广告开始吃炸鸡，吃完炸鸡吃热狗堡。热狗堡吃完吃爆米花，然后广哥哥呢，超可爱的，他整个人盘腿坐在椅子里面，然后每次志广在唱歌的时候，他就跟着唱，然后唱超大声的。其实我只有一个很简单的看法，因为快五岁才真正看第一次，狮子王啊！我只是想跟大家讲啊、哦，回到自己的战场。不要再过安逸的日子。你看似平静安稳的现在的生活，千万不要。你意思是说要挑战自己没办法做到的事情吗？嗯，对啊，对啊，嗯。总归一句啊，回到自己的战场 ，OK。那。你要买明天的晚餐吗？对啊，你不是要吃菜吗？我
们想吃健康一点。那就菜啊，不是吗？不然你的健康是什么？披萨。披萨要健康。吃一些垃圾食物。很难吃菜啦，不知道吃什么菜，菜看起来都好难吃哦。小白菜吧。小白菜。对啊。然后嘞，然后怎么搭配啊？小白菜炒小白菜啊。小白菜炒一点肉丝啊。都是肉丝。不然你要吃小白菜炒肉丝，可是我会煮菜。还说什么他年轻的时候在什么饭店待过，你说只会菜炒肉丝，什么都只会炒肉丝，你那间店是肉丝专卖店，你那间店是肉丝专卖店哦，有哪家饭店是什么东西都炒肉丝？没有，我要买我的那个饭店。哦，你要买香蕉谷物啊？对啊，我们桥寮谷物。香蕉谷物在这里啊。我老公最近喜欢吃麦片，小鸟谷物麦片，减肥圣品。老公交往前就说什么他在什么煮餐厅工作，多会煮菜，结果什么都只会炒肉丝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对啊，在炒肉丝，肉丝炒肉丝，萝卜炒肉丝，萝卜炒萝卜。啊，你来什么？你没有买老虎牌啊？没有啊。什么？你不要再工商了，要打马赛克，不准再工商卖片了。就好吃。老公每次选蛋都要选超久的。要看啊，蛋不能乱买啊。男朋友才不能乱选呢。什么啦？选到不能用的，男朋友就跟买到一个不能吃的蛋是一样的道理，真是个悲剧。好期待，这个好可爱啊！不要再工商了。好鸡蛋啊！虾子啊，叫虾子。加一虾子太奢华了吧？奢华个什么？早上才吃阿 Q 桶面的，为什么今天？你不要那边神经病啊！老公每次都喂我吃阿 Q 桶面当早餐。你屁！你不要乱讲。过分啊！你神经病哦！你是贪小便宜瘦？那韩国传统。那一看就知道是台湾做的啊，还传统你妹、啊，不是，我是说传统你个绿头鸭啦，这是台湾的牌，韩国在这里好不好？这才是真正的韩国做的，这个都是那个、啊，这都台湾做的、啊，哪个韩国做的产品然后会写顶级辣年糕？请问，这时候，那宝宝。宝宝一直在大喊狮子王哎、欸，快跟上！狮子王，哈库纳曼达达，是吗？对啊，哈库纳曼达达。我老公每次想吃什么都不敢说，他都默默的等到最后的最后才会买。然后他只要想吃什么，就一直问我说：“你想不想吃这个？”然后一直问到我答应我一次。我一点都不想吃鱼丸，他刚明就很想吃鱼丸，然后一直。我还敢弄人家奶？什么呀？这个肉桂饼，这难吃，这超难吃的，难吃到爆！比你的肉棒还难吃。你讲大声一点。我才不想吃那个的。那难吃。贪小便宜瘦。洗手是真的酒精过敏，每次大学聚会的时候我不喝酒，然后我就说我酒精过敏，他们都不相信，就以为我只是不想喝酒，不给他们面子。那其实我是真的酒精过敏，我只要一喝下去，就是碰到一点点酒精，我就一直发痒，我一直抓抓抓抓抓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引起的，反正就是过敏吧。就说有没有红红一块一块，然后就一直抓，就很痒，然后抓不完。所以现在老公找我喝酒，我都喝那种3%的小调酒，所以喝下去就是有点微痒，微痒，就是还是会抓一下，但是偶尔喝就没问题。有人知道酒精过敏要怎么治吗？香蕉6块。你不要再帮Johnson工商了。
然后刚刚让一个就是买比较少的人先排，让他插队，然后好暖男啊，哇，50岁老暖男，你是想趁机在Johnson撩人家一波，哈哈哈，别人有老公了，我就是这样子被我老公的温暖举动给融化了，他就这样追到我了，老男人的贴心，又让别人先排，又让一个北北先排，那你在这边，那我们在这边搭帐篷好了，那这边两天一夜好了，装成两天一夜啊，快点，又有人来排队啊，赶快让他们过啊。真是不敢相信，暖男已经让了3个人了，请问是原来他都跟别的孩子挥手了，别人根本就不想理他，真气气。我每次都去我家附近有一家钢琴音乐教室，那边练琴一个小时只要50块钱而已，超棒的耶！因为如果很久没有弹的话，就会有点生疏，所以我每个礼拜都要去练琴一个小时。哇，听起来还蛮少的，不过确实是这样子。其实你可以再学一样乐器啊。其实你可以再学另外一种乐器。什么乐器？吹箫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可以教你。真的啦，吹箫对我们两个人都有帮助啊。对我有什么帮助？有。对我的帮助是什么？你说。矫正口腔。口腔健康啊。对对。要不要学啊？其实我已经会吹箫啦，只是我没有帮你吹箫而已啊。那我想到我之前大学在学钢琴的时候。也是自己在琴房一个键一个键慢慢弹，从网络上自己下载那个谱，然后去对照哆来咪发嗦，一个键一个键慢慢弹，3个月还4个月吧，才学会首曲子，真的超瞎的。不会，如果你练吹箫，马上上手，真的。鸡巴啦，吹你的又没毛用，吹没毛用，然后又不会发生什么事情。现在发生什么事情，也是5分钟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拜托。嗯。你只要练会吹箫，然后嘞，我大概的长度就是非常有名的在古典乐的钢琴乐曲四季。你个人的手都不到。所以我都弹什么曲子？我最近在练《美女与野兽》。其实我都弹跟电影有关的曲子，哎。不然就是跟迪士尼有关的曲子，像是卡农，卡农是我第一首练会的曲子，虽然跟电影没有关啦、啊。然后之后有一首《暮光之城》的配乐，然后之后还有什么很多什么《铁达尼》呀，反正就是跟迪士尼或者电影有关的。对，这样比较好装逼。你干嘛？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发现练音乐真的很能锻炼人的耐心，所以以后如果你们有小孩，要送他们去学音乐。今天的我也是么么哒。发现贪吃兽，贪吃兽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吃麦当劳？请解释。为什么一个人在那边吃麦当劳？你晚餐要吃啊。还吃极选系列。你是猪吗？神经病！回家啦，明天可以吃老公的爱心辣炒年糕餐。哦，明天中午要上钢琴课，所以上完再吃吧。上完再吃
啊，还不会很赶。不要再太晚睡了。我偏要，好好，偏要。他凌晨四点再睡啊？你又不把我弄累一点，你把我弄累一点，我就很好入睡啊。如果没有很累，就不会想入睡啊。那就赶快让我再去香港嘛。香港就可以怎样？就呼吸香港的空气，没看我。从香港回来之后，我就对不对？大战两发啊！对啊，你说一年大战两发？什么一年？我是连续两天，好不好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讲？对啊，那天我老公突然找我那个，然后连续两天呢，简直奇迹！我们在一起两年，他第一次可以连续两天呢。你看，通常靠背哦，你是在靠背哦，更这样讲虽然不厚道，但是都是事实。通常他每一次间隔大概都一个月，最快三周，但是所以我觉得香港的空气可能有助恢复性欲吧。可能是因为我们住饭店附近就是中药房吧。哦，对了，大家记得订阅哦，还有开小铃铛，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上片了，然后一直问我为什么那么久没上片，我明明就有上片，还连上了两支，那他们都没有收到通知，太悲剧了。然后我在 YouTube 的后台看，只有40%我的粉丝收到通知，所以我一半以上的粉丝其实都没有收到我上新片的通知。你们要开启小铃铛还有订阅，才能收到有的啊哈我上新片的通知啊。所以啊，快开吧，点下去接受所有通知，才能通知到我的新片上映哦。可不可以用一个非常古老的方式啊？什么东西？就是就到邮局寄个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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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的粉丝啊。然后呢？对啊，就说你几月几号礼拜几的几点会上片。好啊，那你寄啊，你帮我寄。那工作交给你啊，发想企划的人要自己做。好啦，我们要回家了，拜拜。おやすみなさい、みなさん。